觉得短的降不下来，你就走一个长一点的进阶路线。你看这飞机降落很危险，爬高还行，一不小心就爬高爬上去了，但是降下来很难。啊对对，特容易坠毁。实际上都是约章速度当中的，你在起飞的时候就是升一下增大了，所以你觉得好爬，但是降落的时候是升一下减小的，所以就很容易陷入窝环。飞卡五零的时候，或者之前飞别的飞机时飞过五边吗？飞卡五零，卡五零我是飞漏斗，就是内低型的，没飞五边。这个飞五边有没有参数？就是现成的参数。参数没啥特标准的，表高500英尺，然后起飞之后到跑道末转低。一转弯进二边，第二边看见你差不多合适，爬到就你觉得差不多三边宽度合适的时候转三边，转三边飞过跑道头，再飞大约一个跑道长的，就是飞过跑道头之后再飞一个跑道长又转四边，然后转五边。然后进近的时候速度是40到60节之间，下降率得看这个看自己的当时的情况。哎，怎么装了火箭弹打不出去啊？或者你武器关键没开，或者你那个切换键没射到火箭弹上面，切到的那个哦对，还有一个是调火箭弹数量，是一小旋钮在武器面板上，把它拨到一。我操！这家伙落的也太什么了，落的树丛里头，这怎么接的？我操！真他妈会落地吗？我落他妈的树丛里！降落规范你教我一下，几种降落方法？几种降落方法？就先普通的吧，就是刚才五边飞到第五边之后进五边，然后速度控之间，我比较倾向于你用40节，然后掌握好下降率。掌握好下降率呢，下降率不要看下降率表，而是说你要感觉一下你飞机的这个下滑向，就是你的速度矢量的指向，高速度矢量斑马线，然后快到斑马线过了近台之后开始慢慢减速，减到越障速度之内，然后正好把飞机落在跑道的那两个大树上，这就是路边的大约的标准。啊，这落树丛里的这怎么接的？没事，那树丛不会碰的，就是那树丛都是摆设，你直接落下去就行。啊，直接落下去行是吧？对，你是想悬停然后垂直落下去，它比较费劲。估计得悬停落。那飞机是向左
哎，我还了，我还了。那谁，你刚才说啥？这个飞机是向左转转的快，还是向右转转的快？当然是向右转的快。我还了吧？没呢。我说那速度在那，我还不了。不是，速度太累劲。这个已经有发光了。这手机。在哪边放的？那位置是什么？不好讲。哇，这不，屁股真没了，慢慢就好了。我说哪儿哪儿要拨到那个拨到一啊？来，我给你看啊，那个看方向边上那个是吧？一般在上面那个红盖那个地方。对，红盖左边有一个 rapid pair 小旋钮选择。这个就是你摁一次每个火箭发射槽放一枚火箭，如果你调到二的话就是每个火箭发射槽两枚火箭，然后这个这样是点射的数量。Rocket pair 是吧？对， Rocket pair， pair 是一对嘛， Rocket 火箭，火箭对嘛，一对还是两对还是三对？我靠，都有多少派轮弹？看看，又一救全。我今天陪那个谁，我今天陪那个救援员练习。没事，你那飞五遍，我看一下。其实说实在，咱们也。那个不强求那些数据特准啊什么的，只要能落下来就行。里边不就最后主要是那个？我这出来一个 V 圈八什么档那个？啊，对，那就是所有被击落的飞行员，就哪个都中。现在都这么多。399。就在跟前儿吧，不知道这是不是两百，但是那个死了，我已经在跑道上已经挂了，行了。觉得好像是被刚才被那谁给撞死了，被 Violet 给撞死了。五边在除了加速和前进进的时候的那个标，这个数据是高度是场压500，然后速度是80节。
现在跑到头多短？500，对，500英尺。我还得爬呀。然后到跑到末点那边，左右无所谓。速度要求多少？高度500。速度80。然后边，转弯有没有那个坡度要求？没有。表示，表不要做减速表，那表做协调表。就是定速、定高。然后定坡度，小球在中间 ，OK。哎，二边有点歪呀、啊。好吧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啊，没有，我说那谁，你进三边了吗？现在不知道。哦。回头你起飞之前要看一下跑道航向，要不然你二边肯定是歪的。那怎么动了什么键了？这怎么动了配平键？怎么最后操作不管用了？到了吗？啊，回中，摇杆回中。在这了。回中完了就管。动完配平之后，哦、你要松一下杆，然后再、哦、再动。哦哦哦。它是模拟真飞机上那个配平。哦，好浅的，应该两都是两格吧？别掉高度。啊，对。啊，好。开车了吗？好，别着急转四边啊，飞过跑道之后再飞跑道的时候，要不然你自己飞。肯定都火。我飞一半就行，该飞不了全程，飞一半跑道的时候。就是大约信号是飞过前面。你看前面有小镇了吗？知道了吗？看吗？飞到小镇的离你远的那个边界就可以转四边。OK。这怎么选了那个一了？怎么还是不行？过程肯定行。你挂火箭了吗？我也挂了。挂了，是挂了。接着枪，然后切到火箭，这块不就了？掉了不管用、啊。我靠，真心不能啊！你左座右座呢？啊，右座。那没事啊，就右座，只要你能打出一枪，就能打出一火箭，只不过就是那个切换的那个按钮嘛。算了，一会儿再看，一会儿再看那鸟是不是没动。转四边，航向对不对？无所谓了，航向不太对。这飞机飞快了，机头自动向左偏啊。对，不是这图上有扰流，这图上有风。你那个，你转五边吧，转五边吧，要不然就远了。别掉高度啊！转五边，转过来之后再开始。看着点跑道，看着点跑道，你这估计要转的紧一点，因为你刚才四边有点歪。我在了，没看见。跑道已经在你九点了。OK OK OK， 看到。转过来之后立刻下高，下高减速，速度40节，从现在开始。哦，40节，但是下降率太大。应该是一个比较平滑的下降曲线。这样好，你那也好。先减速，再下高。我来长途了，我搭呗，那干啥？你不让他搭干啥？你不让他搭，你干啥？天天在这儿讲。跟花生。
一分钟，画在那八稍微往左修一点，没在航向道上现在。缓不缓了吧？谁说话的？那那那点好的时候，特别像那个那种路点，别踩死。速度适量，对准跑道头。是谁？是谁？飞机太灵活了，很不好使唤。哎哎，在升起来的时候，我就刷档，不能不刷档。我看这是谁说话？刷档。绕了一条就慢。211，你现在该考虑减速了，现在该考虑减到约章速度之内了。现在就减，我不是高度还有这么多吗？高度下慢了，那是因为。我看发动机又开始响了。没事，往前飞吧，往前飞吧。对，搭搭了。对大白点吧。对不了大白点，就对前面小白点，反正给自己找一个目标。等等啊，前面那白点，前面那白点。高度还是有点偏高。哎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。好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就是这意思，但是就是下降到后半段的时候，高度太高了。嗯。真要命，真要命！实际上，直升机是这样，你要想好降的话，第一，在进近之前你要减速。如果你不是特熟练的话，你就要先减速，减速之后开始下高。下高的话，你可以在初期下的稍微多一点，然后后期下的缓一点，就好下。当然，标准是要下成一条直线了。然后等于你在接近你的目标落地区的时候，你应该已经离地很低了，很低很低了。最后就是。往起垃圾头减速，然后就接地了，比较连贯。User entered your channel。那个下降率，这个下降最后阶段的下降率是多少？下降率你不要看下降率的表，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。因为民航的飞机，它每次降落都是固定的航线，但是你不。